欢迎排队民众，这是苹果直营店进驻台湾开店卖出的第一支 iPhone。 因为这是我觉得是至少是这家店历史的一刻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首卖 iPhone。 为了抢第一，郑先生不惜跟公司请假，半夜十二点来排队，参与了历史上这一刻，但会坚持到直营店买，跟服务有关系。联络人资讯的话可以绑在 Apple ID 上面，就是拿出来绑在 Apple ID 上。对，可以。专业苹果店员不止现场协助移转资料，还有 iOS 11现场教学。这个舞台灯光的效果可以看到呢，这个人哦就有点去背的感觉。新功能实测，相机多了人像拍摄，可以打光去背。 iOS 11在 iMessage 里头送出的打字效果更多达11种。先按这个 test 的部分，而重压要传送的地方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呢，这个萤幕呢可以变换很多种模式哦。字体不只可以满框，也有聚光灯感觉，再一滑有瞬间有满满的气球往上飘。但不让直营店抢了风采，经销商豪华再升级，干脆包下美式餐厅。经销商要抓住忠实 VIP， 边吃早餐边购机，用特殊礼遇来跟直营店的教学服务一较高下。但直营店下重本，寄出旧换新折抵，以 iPhone 7 Plus 最高可抵11910元，即使是 iPhone 5也可以折1070块钱，让 iPhone 商机遍地开花。三立新闻学习张佩雅。